欢迎来到魔术玩家，这是一个有趣的知识性的魔术频道。现在呢，又到我们这个开箱有奖征答送好礼，今天要送的是这个玩魔术的人必备的东西——扑克牌，不是魔术牌哦，扑克牌。我本身是没有在收集牌啦，好，我没有特别在收集牌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这个，没有上网去看了啊，不太知道这个它到底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，也许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啊，啊，这几乎全新的哈，就拿出来看，拿出来看一下而已啊，试一次啊，这个。静静拍一下，就送这一副牌啊。有一些人很喜欢收集牌，买那个就是专门放牌的把它收集的牌，把它裱框起来。放得整整齐齐。好，那现在呢？提醒一下，目前还有几个在进行中的钱盒，一个放硬币的盒子，一个是变魔术的盒子，两个一组钱盒，目前是13个人，还有2个名额，免丢3张牌，还有5个名额，四牌换数。也是一样，还有5个名额，这三个呢还在进行中。如果呢还没有留言的，赶快去参加抽奖，这个抽奖都是免费的。好，那我们在这个6月1号，6月1号，这个高雄市魔术协会办了一个研习会，这个都是针对初学者的啦，初学者，绳子戏法的基本功。绳子的玩法也有超多种，那会把那个活动的资讯呢放在那个影片底下那个说明区，有兴趣的这个朋友可以看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呢要抽奖的就是这个，抽奖的就是这一副牌，要来参加抽奖呢，记得要去按个赞，满15个赞呢。哎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们本来说是要测试这个满15个赞来抽奖的，那就留言"魔术玩家"4个字就可以你要来参加抽奖呢，你就留言"魔术玩家"4个字就可以了。可是呢，要注意哦，我们那个影片它不是有个赞吗？有一个这样子吗？喜欢跟不喜欢嘛？那个赞呢要满15个，我们才有公开抽奖。满15个才能抽奖啊！如果没有满15个，我们这个没有满15个怎么办？那就不要抽了，就送我了。就你说怎样？就不要抽了。就留着自己用？对呀，这个我黑。就我我就没有想要留着自己用啊！我就用一般的牌而已啊，没有说用什么。那怎么办？再没有满，然后下次再抽一次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如果我们这次是测试而已啊，如果真的没有满，下一次再抽一次，好不好？那就这样哦，满15个赞我们就抽奖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一下哦，再见。